成怎样？有进步，歌单。新闻声喉咙，新闻声喉咙。你讲啊。有多深，挖多深，渐渐渐封住广东。黑人问号，啊、受够嘴吗？新年快乐。嗯、啊，骗鬼袂吃水，骗阿仔。我甲你提出提醒，买独立足简单嘞，较勇敢嘞，无你飞过来甲拍落来。哦啊，唔敢敢拍落来，就唔能当嘛草莓啊人加工。台湾人有智慧去面对这个困局无？恁无要提出，干那一味闪啊，以后无赔。明知知影对方好，我阁敢喊伊无赔。恁咧做古仔囝，参讲都唔敢出来讲，参对方对谈你都唔敢，当一味闪。爱了解，你咧拜个关公，挂印风金西汉上，顺兴遥望远都还，马蹄赤兔行千里，刀刃清凉出五关的时阵。石马金，落马银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做错安那个款待，歹势疑心不动。伊个正讲，人伫做赢，心在汉，而忠义的精神。讲2100年前有一个故事，2100年前有一个国家叫做亚龙国，亚龙国有一个国王呢，伊要甲这个帝位传予两个囝。哦，两个咧争，争这个皇帝位。啊，这个兄哥了啊，这个国王讲，啊，你小弟这个会使，哦，这小弟偷提钱啊，这哪会使做国王？偷提钱，这严重哦。啊，小弟就讲啊，讲父王啊，啊，这兄哥更加恶势，这兄哥伫外口偷生囝啊，哦。偷生囝，所以到底是偷提钱较严重，还是偷生囝较严重？所以最后吼，这个国王同我决定安尼，这个地位吼都无传予两个囝，同我传予伊个孙啦，直接传予伊个孙就对了。表示因两个拢真严重。讲啊歹听诶，南部的庄卡，你遐饲鱼的做农的，我讲。到底嘛干干叫啊，拢伫遐测三厘斤啊，伊个测，但是伊个测唔是恶意个测哦。嗯，你足久无看呀？哎，我们这个今天有很多哔哔哔哔，后置要注意。你跟赖清德的第一次？第一摆哦，伊当选我当选，伊也未就职，我也未就职。啊，伊要来拜访，我讲哦，未使去阮家。来服务处，因为咱是好朋友，但你现在是市长，我是议员啦。公事、公众事务来办公室讲，过来，你袂使带水壶，哦，啊，你叫咱一个共同好朋友载你来，因为我唔知你要甲我讲啥，啊，有一个好朋友啊，啊，我带一个好朋友，你带一个好朋友，咱互相拢熟悉。但是伊，我认为讲，伊是起码伫即个部分是正人君子啦，吼。你讲了解啥？咱台南市吼，你来看，你有啥物问题啊？建议我讲，你今仔下晡伫警察局做一个决议，讲双行政中心嘛，台南市甲台南县两个行政中心拢留咧，然后甲警察局刷去台南县新营，结果首长是伫。台南市上班，我讲即马民众真情抗议的事件遮尼济，啊你是安怎？甲警察局刷去啊？啊你民众真情抗议是针对你市长啊？这无符合这个作业嘛？而且警察局局长啊，拄啊有状况要来，甲新营来到市内要50分啊。即个讲，这是伊做市长还袂就职所做的第一个决议啊，所以袂使改变。安尼你就知影有偌铁公固执，安尼固执的性质唔得做。我讲安尼，我有你一年的时间去评估这个乡行政中心。你唔知安尼一年台南市要加开几年？8年落来，加浪费偌济？每一日敢用游览车载只新营的人等伊下班上班，这卖阁讲公文往返，但这对甲唔对，后壁无去检讨。哦，当机时都第讨论者，第二。杨家兄，你看咱台南市安尼土地规划，你有啥物见解？你针对中卫吼，有啥物看法啦？啊，你都已经去问了啊，你准备倾向公办、私办的拢要死啊！我讲足简单，公办来投资，
政府甘愿投资了，把这个清水的环境用了，那呢这个重划创造伊的价值，对市政财政的收益有帮忙，这好。但是台南有足侪庄卡无发展，迄、那个三角六翘肉粽地，你政府投入就一定了钱，而且面积遐尼小，你无可能拢甲业绩袂使输班，所以输班你爱互因会当办，改变市容啊，公班你爱做长期的规划。拄啊两个安尼讲了，我要互伊一年的机会去做，即卖伊就职我就职，无偌久。八门病院火烧烧死13个，伊去看受伤的，无去看死亡的。我讲你哪会生安尼呢？迄死亡的人，迄家属遐尼悲惨，迄火烧你讲啊，迄私立医院中央的，嗯，私立病院是中央的，但是安那消防是你市政府管的啊，使用分区使用是你管的，病院的管理是你市政府管的啊，啊无你谁人要去看受伤的呢？因为死亡的人家属作愤怒，看到市长来的愤怒，愤怒会扭、会拉、会抗议，镜头翕落会真歹看。安尼，伊是咧塑造伊的形象，所以我对迄个开始，我一个一个去13个家庭，一人送10000块去给伊慰问了。我另外二回，我甲志顺我讲，你为了这件代志爱道歉，伊无咧人回失礼啦，你一定爱公开道歉。哦，到尾啊，两个怎啊决裂？对这摊开始。就开始再见塞翁娜娜兼派配兵，啊！伊道歉嘛？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决裂的。道歉，这就是头一摊，逼伊公开道歉，伊感觉安尼咱两个唔是足好个。哦，啊，当然伊家己有伊个讲法了。啊，这就是讲君子无私交嘛，士大夫无私交嘛，对不对？过去好朋友，但是公众事务得爱是以公论公啊，安尼唔卡是。所以我也是认为讲，伊伫操守啦，各种有真济方面是袂歹。但是呢，这个固执啊，所以你看做行政一定要做到安尼，含蔡总统无代无志，啊，你着搁加后壁留这几个月，啊，互客制客制甲袂爽快，啊，即摆毋是犯罪，搁转来台南市围炉，哦，所以祝福伊啦，伊的人生伫台湾内底民进党，伊算做履历袂歹，啊，训练袂歹，素质也袂歹，哦，若要比民进党其他遐个，哦。米行阿爸遐个后爸西枪，伊坦白讲，外省就是袂歹。那伯伯要交我，也是要交伊，含世间啊啦。啊，剩下要做朋友，大家较困难。副总统职务要静悄悄。那龙介一直深信这个蔡赖配最后会成型，赖清德有可能静悄悄吗？你知道他去做一个静悄悄的位置，符合你好朋友的个性吗？没有，不一定是蔡赖配，但是我是认为蔡赖配哈，但我的假白是外省的最后。没选总统嘛，哦，没选总统，所以我会请500块加牌，我准备好了，而且是我亲身钱。哇，亲自炸鸡排！对对对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自己炸鸡排，好不好吃啊？这句话啦，吼，哎，真好笑哈！哎呀，讲到哪我更要甜啊！我宁可初选输，我都唔愿伤害蔡总统。我感觉最近哦，有去补习，到底是对杨丽花，还是刘青，还是王金明去学的？哎，这至少是偶像剧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就变作演技派。我讲2100年前有一个故事。2100年前有一个国家叫做亚龙国。亚龙国有一个国王呢，伊要把这个地位传给两个囝，哦，两个咧争，争这个皇帝位。啊！这个兄哥了啊！这个国王讲，啊，你小弟这个会使哦，这小弟偷提钱啊，真来使做国王，偷提钱，这严重哦。啊，小弟就讲啊，讲父王啊，啊，这兄哥更加恶习，这兄哥伫外口偷生囝啊，哦，偷生囝，所以到底是偷提钱较严重。也是偷生囝较严重，所以最后吼，这个国王同我决定安尼，这个地位吼都无传给两个囝，同我传给伊的孙啊，直接传给伊的孙就对了，表示因两个拢真严重。内行的就听有了，这两日。你这个历史故事是真的哈？罗清的，历史故事真的。罗清的好朋友甲我讲啊，讲谅解啊。
你加白输啊！一瞬间呢，因两个好朋友啊，伊的密友啦，嘛我的好朋友，我讲哦，加白输无输，比赛看结果，也未必的呢。为啥咪？讲恁看我拢看大清的熟悉时间差不多啦，二十年来咱拢共款，咱拢了解。但恁无法度像我呢，看到伊的内心，伊的内心，伊是无查甫人迄个勇敢，迄、那个毅力，伊是表面袂歹啊，安尼尔，空的，伊无斗志，伊今仔是新潮流，伊对中正、对医生到国代、国代到立委、立委到市长，完全是新潮流一手甲栽培。一手惊奇，伊是予新潮流饲大汉，食美国饲料大汉的饲料鸡，这只是肉鸡，唔是土鸡啊，唔是放山鸡，所以一路伊都是被安排的。新潮流厉害到啥物程度？足简单，阮新潮流全力支持蔡英文连任，嘿，有够厉害。然后我讲呐，伊自从离开行政院长的职务了后，就跟本流办公室拢无搁再联络啊。安尼有厉害无？结果走去登记，走去登记来讲，我宁可输，我就无可能伤害你。表示啥？表示我手内有伤害你的物件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恁敢听有？这个急速的人话是会当黑白讲的，伊毋是黑白讲，伊咧讲哦，蔡小姐听。我宁可输，我就袂伤害。天外之音就是叫你讲，你有哪唔通伤害我？你气了，我有哪气了？安尼你听好无？川金惠，你有核弹，我有核弹。懂你气了，我就按。你气了，我有哪气了？保证相互毁灭。好，内行的看部队，恁外行的对人呗。所以我甲恁讲，嘿，我不一定五百地数，但是我这回煞惊惊咧。你有在准备，有在传的对吧？我传了，我五百在传。我即马有人吃嘛，讲啊，你干哪呢？看你是要吃鸡排，要吃王来会使。你若排队有够，啊，你不爱吃鸡排，你就领一支王来啦。哦，安尼讲较紧啦。啊，若要吃鸡排的，我钱给你吃，我会当现场。哦，我讲安尼，啊，输我就会忍嘛。但是我真清楚，我嘛真有信心。本来我阿哥无啥信心，当伊即句话讲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知影。所以人是安尼，你强还是爱软啦？这个叫做硬话软讲。所以我讲，我最近甲俄罗伊功夫袂歹，硬话软讲。我宁可输掉初选，我也无可能伤害蔡总统。你看麦啊，高端，请听下，有进步，高端。你除了称赞赖清德现在演技比较好之外，到底他会不会被桥掉这件事情，你现在认为是？我认为一定会叫桥起来嘛，一定会桥掉。因为安那呢，这两粒气的啦，吼，一人一粒啦，拢会气的啦。但是安那有大细粒啦，哈，毁灭性的，吼，有一种是毁灭性的。美国的核弹还是比北韩强，我白讲，这有强度有差别嘛，哦，我唔爱甲恁讲讲。伊要做行政院长，头一个职务去争啥？恁敢知？应该恁有印象无？国安会，国安会秘书长，你会记未？一个明星级的市长，县辖市的市长，无要争行政院长，要去争国安会秘书长，啊！你是咧争啥？当总统要有国防外交的训练啊，这也蛮合理的规划。因为国安会秘书长掌控台湾五大。情报系统，所有的 A B C D E 档案就对了，拢总看得到、提得到。啊，是要收集，啊是要毁灭，恁家己想得清楚。嘿，青天啊，你是要够厉害。另外呢，谢龙介在2月17号这个三子联合造势之后的网络声量是有大幅度的提高，搭着寒流往上提高。那这个对于你真的有实质的帮助吗？有，那但是好像又没有。就是很多的朋友大概讲啊，我拢去，结果问起来大概迄天吼去现场的，大概30%是在地人，有投票权的，30-40%，五六十%
是外地来的，外地涌进来。但是外地来的，就像我，你的，因阿公，那你开始讲安尼，你较早红山、基山、吼、甲冈山，嘛是拢外地去的啊。最后先啊，票出也出来，就是讲迄个热情啊。所以我有一个有感吼，即摆投票的投票率，输赢是伫投票率啦。所以那是网络大家安尼热情来关注。投票率会出来，因为我拄着真济少年人，伊是伫北部，我讲你敢会登来投票？因为我一定会登去甲你投呀。我若无投，我会卡一个甲你投，就是讲伊若无登来，伊会叫一个出来登，安尼帮忙邮票。所以就是网络的世界，拄只教授咧讲哦，足济是不可思议的。其实我嘛是近两三年，我上早伫网络顶头，你敢知影偌济人甲我开？遐少年的甲我开，所以我有当时也体谅讲哦。所谓的脏话了，其实你网络少年人咧讲的单音的叉叉加黑，对因来讲是一种语言的迄个尖造俚语啊。我要表达一句话意思，头前一句话下咧，对。所以讲，这里伫语言上，伊并不是恶意的。你说柯P会常常这样子，是因为他跟网友常常在互动？啊，冇可能，因为我第一班我有过过一个网友的、就是。哦，我做迄摆过了无，因为伊是个少年人，我嘛，伫网络我唔知你几岁嘛。统一师、统一师邀请我去开球，结果某一台的主持人讲，什么会？谢龙介也能开球？哦，后来，那他就在下面留言讲，找主头来开球，讲我是主头来开球。我甲过，我为什么甲过？因为职棒吼，伫咱台湾吼，这职业野球发展足困难的，啊，大家都是想尽办法。啊，那一天是在台南统一开场，就是用在地哦，阿公何乐威拍野球安尼。迄个安尼了，检察官甲调，调了后，较早讲伊是一个少年家，去无迄个本意，伊唔是真正哦。我讲你安尼就影响。影响到我无要紧，你也影响到野球球团的经营嘛。那有一个球团能叫组头来开球的，吼，你安尼不但伤到我，佮伤到规个棒球的发展啊。伊少年人伊认错啊，所以认错最后就和解啊，哦，就煞。所以足侪少年人伊是针对咱，但伊唔捌我，我讲你也唔捌我，你若讲我是组头，吼。所以伫网络上，咱就了解讲，因的发言有人也是随性的，啊，想搞啊，讲搞啊。所以慢慢开始，咱就去，我嘛透过这个事件去了解讲，哦，原来少年人伊即马较无伫社交的环境咧接触，啊，伫网络上伊是用安尼咧表达伊的感情嘛。你如何当了解因，你就如何当接触。所以我的网络我不无足刻意去经营啊，但是足侪朋友来看我的影片，伊伫咧学习咱的语言的迄个文化的过程中，讲啊歹听的，南部的庄卡。你遐饲鱼的做农的，我讲，逐日嘛干干叫啊，拢伫遐测三厘斤啊，伊的测，但是伊的测唔是恶意的测哦。嗯，你足久无看呀？哎、欸，我们这个今天有很多哔哔哔哔，后置要注意。参与公众事务，含做生意无同。每一个人投入国民党内底，从事政治运动，甚至投入民进党内底，投入政党内底，这人拢有伊的基本理想，拢有知影爱搞我这個政党。塞倒来，含民众徛做伙，但是当时中你一路落来，就是咧计算利益，计算利益，无得甲你的中间计算着利益，讲，互国民党会当倒来执政，但是呐，因为你来带领，啊，国民党倒来执政是建筑伫你家己更加大个利益顶头，这款的利益，阮国民党嘛无一定爱啦，阮袂去爱这款的利益。人民即卖生活遮尼啊困难，遮尼啊困苦，民怨四起。家己切去，但是你无想到人民，你干那想到讲，谁那我袂当选，哦，我即摆袂当选，我爱想办法会当选。你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要来选，我祝福你。但是当你反向转来伤杀国民党的时阵，安尼真歹势。当你再多发表任何伤害国民党的言论的时阵，安尼做小弟我都会敌视你。哦，今仔日你的退党声明到这为止，祝福你。但是未来。大家若是伫战场上，为着要争取替人民服务的机会，你若是搁再口出不顺就对了，那安尼就真歹势哦。
国民党不是像你讲遐畏水遐垃圾，国民党一路行来，今仔一个民进党执政无道，结果你所作所为伫民间，阮听到讲啊，安尼拄好去蔡英文捡到南山呢，吼、哦，你所做嘅就是亲痛仇快，我讲嘅仇就是安那，就是含人民徛伫对立嘅这阵人。假使国民党内底有人跟人民徛伫对立面，同款，这就是国民党的仇，哦。那么亲就是讲愿意创造人民幸福快乐过日子，即个所有参与公众事务即个人，所以唔茫个代志用个复杂字，较实哩，较漂撇嘞，君子之风，漂撇走出这个大门，哦，你会使后悔啊？四年前我戆戆对人去白洋，去用骗来。骗来入党参加初选，你会使安尼讲，但是你唔通讲入来，国民党一无是处，全部拢咧害你，规阵人，啊，你的意思是安那？是你提出这出来，规阵人拢看你咧生活，要看你食饭，唔好安尼，钱较济是你的代志，有当时啊钱，甘只个人贴无边关，人无动于衷，人为着一个理想出来咧拍拼，唔是看几元啊钱，人心就会叮当。爱了解你在拜的关公，挂印黄金是汉将，顺兴遥望远道还，马骑赤兔行千里，刀剑青龙出五关的时阵，石马金，落马银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坐车安那个款待，歹势疑心不动，伊个正讲，人伫做赢，心在汉，学忠义的精神。所以你无学到关公的精神嘛，仁义礼智信，但是迄已经过去啊。对你唔是要批评啦，就是讲你行你的路，啊好啊行。如果你会当甲政治这条路行好，像你伫红海安尼出色，人家我嘛是会阁祝福你。国民党是一个理性中道政党，虽然1905年十月借阮4500万，那阮感念于心。1906年过登江了，行伊啊。但是阮认为，即阮就是欠人，食人一口啊，行人一道。阮欠人个情，唔是讲哦安尼就准煞，阮袂安尼想。嗯，阮有缘对即个党员讲啊，伊伫当最困难的时阵拔刀相助，咱对伊是感念在心啦。当然，嘛唔是因为讲今仔伊要退党，啊，阮就讲特别讲伊安那无。我认为讲，假使你认为讲国民党唔是你会当发挥的所在，那呢，你离开，你去创造你家己的一片天嘛吼，但是你所夹的是遮阳，不是寒的。难道关公哎，刀剑青龙出五关过关斩将，是要灭寒灰泽吗？嗯，不是啊，伊就是要回去汉衙嘛，对不？啊，你本都唔过去走去别国，啊，所以这就变作咱的已经理念无合。所以当时长，我是认为讲。国民党袂，你会使对国民党无情，但是国民党袂对你无义啦。嘛，搁伫即个党纪的纪律之下，国民党必须捍卫着伊的定书正义。所以今仔日你提出退党，那以我啦，哦，我唔知国民党安那做。那是我今仔阿哥是中常委啊，我会也提起建议，不接受伊的退党。哦，就讲、是、即、這个时阵的退党，国民党各地免处理。唔免甲处理，到伊登记参选的时阵，直接开除党籍，袂使即马处理。啊，袂使就对啊啦，袂使即马处理。还够等就对啊。哦，当然，因为你退党了变伊，就是哇、哦，我来人人个出来，我认为无必要。咱阿个好朋友，阿个要甲你挽回，所以挽留。但是到真正登记了啊，唔是你已经退了啊，迄个时阵就是正式用登记处分。无啥物啊，本来就安尼啊，哦，这无啥物不仁不义的代志，党纪有党纪的威严嘛。而且你是经过你来正常的游戏规则，走过定书正义了后，产生一个候选人。啊，你今仔日找百般的理由，人讲人有人人情理，贼有贼情理，你会当找一百条理由，讲国民党千万般的不是，最后。你是成就你要去登记人数安尼利益嘛？我认为讲，那是我今啊，我当然我唔是中常委啦，哦，我是建议或者一个医护
手骨，这实在讲，我听这個，我做过中常委的人，我也感觉真痛心嘛。嗯，哦，我做九年的中常委，我伫内底是不时咧建言讲，这个党爱接近民意，党爱不断不断更新，不断对上潮流甲时代的脚步。但是今仔好一个，咱身为英武党员的国党署长，讲国民党的中常委是安尼，我听着我真艰苦啊。哦，虽然我即马唔是中常委，但是我身伫即个会议参与九年，我也感觉讲哇，即上难是人讲内刀挂把双耳合，恶语相邻恨难消啊。但是我感觉对国党署长无恨啦。哦，你去找着较好诶，但我建议中常委唔忙接受伊个推动，坑咧。但伊登记诶时阵，一定爱一个，互党员一个交代。和所有的党员甲这个提名候选人一个交代，所以等你登记参选的时阵，是正式开除国民党的党籍。来，我中昼阁去因祖厝，江启臣的祖厝山顶的方圆啊，我落去挽柑啊，啊，啊，落安那为着恁咧拼，拼甲烧声，无代无志，我较早拢甘蔗接来翕这个甘草片，咧食着顺利顺利。啊！就甲我讲啥物食甘仔会好，哈！啊，你侥幸啊！你甲看，食一个强要吐东西。拄只，这幼正来讲，我坦白讲，我实在是，我做囡仔，阮老母就甲我教，防骗较好咧骗人啦，哦，有量就有福啦。我一路嘛拢吞忍，对不对？但咱是安尼啦，吞忍吞到这个所在，你饮到嘴，那到鼻啊，就国家哪啊好势啊呢？所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啦。咱会使较艰苦，但是到咱的囝、咱的孙、咱的下一代，咱若搁再吞了，一块土地就割去啊。所以爸要红吃，骨袂使甲咱揢落啦，对无？一路白惨，一路白惨。较来讲韩国的想要甲你骗，讲啥物七千亿拢转来啊？有转来无？生理人会晓瘾头，恁大家拢上正的啦。莫讲生理人大头家郭台铭啦，甲咱这摊贩头家头家娘，大家出门就算盘排两三个，何况遐生理人拢排电子计算机，对不对？伊会戆戆转来要投资，要投资啥？当然，台中大家吸甲会用恁的细胞咧做阮的发电机啦。我先代表阮南台湾才向先，甲台中的时代感谢努力，谢谢。因为恁的牺牲，所以阮南部的空气有比恁较好一撮啦。哦，啊，恁继续牺牲到要紧。当然啦、啊，大家来配面啊，你看，哦。啊，有迄个清奇的灯唔用，啊，落来踮遮五支烟筒讲硬雾，雾到大家迄干呐出去买一包粉转来，吃了乌了鼻孔拢乌的，惨要含恁某烧金都废去啊！恁某拢兼甲你拍枪，所以这一路白擦，七千元有转来无？有，转来几啊？零，哇，头个逼安尼甲我讲三袂使，零啦，零啦。讲啊，没有啊，即摆咧心渣尔啦，我就，人又讲哦，咧心渣啦，七千亿咧心渣啦，白贼紧互咱抓着啊，即摆该心渣，有白贼无？有。七千亿，生理人讲恁遮无电、无水、无人、无钱、无土地，啊，咧伊会倒来，伊会失笑，你对不对？对。所以。七千亿这白贼，过来，甲咱讲，风力发电会解决台湾的能源，有白贼无？有。一度甲咱发包五块八，人澳洲、英国、挪威、丹麦、德国发包的风力发电一度偌济？两块半。啊，即摆是安那？咱的钱是刷在遐空呢，股债你吞大呢？有你无？有。开咱的特别杀，
那开六台啊，迄落特别杂，啊，安内有白沙无？有。即卖互咱掠着啦，去年发包了，我就掠着哦。会讲要搁顶盖，这五块八要搁顶盖，安内有白沙无？有。搁来讲一个论文，真够胆生目睭发目白，恁捌写过论文的举手，我看看。论文有人迄、那个，我听过较早摕到博士的时阵，对日本转来就对了。伊尾仔伫淡江大学咧教册，迄摕到博士是阮家门下口吼，对厝顶吼，年纪卡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到户顶，拢总安怎呢？市长啊来啦，县长啊来，啥物人，大家人，迄是一个足公营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对。伊当机时摕到博士，敢有人知？即马转来讲安那？我本来是无相信有这个代志，无相信，但我即马怀疑，我怀疑你啊，我才甲做出来。无你啊，讲我相信你，等下要甲我抓去关。怀疑，啊是安怎怀疑？恁知影为虾米？有人会讲，甲你的论文过度，你的资格，你做总统做甲来做国家的机密。这叫做什么？此地无银。安尼你有怀疑无？有。可你无代无志，可论文怎变作机密？所以，这哦，35年呢。35年哦，你茫看我安尼啦。我为着要等你这个论文哦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身体。对不对？对。那无看到我，死马唔冤家啦。绝对要甲看甲到。有白贼无？有。阁有咱抓到，一路拢做白贼，甲咱讲少年人作幸福，有幸福无？有。无，嘛是阁白贼。来，甲阮的兄弟兄戆戆队去陪梦，实在有够可怜。我一生感动伊一个。但是我嘛一生祝福伊一个，现在甲讲唔通，迄、那个拢甲你害，初选也甲你害到七甲八笑，害到安尼流目屎，目屎流目屎滴，你着甲拜托甲要求，蔡总统你唔通用万军对付我，蔡总统唔通用国家的机器对付我，结果咱上讲清着来赢，对不对？对。到尾输，为什么输？哼。冲掉伊，跋股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迄嘛算白贼，对无？对。白贼鹰啊！白贼鹰啊！白贼鹰啊！啊，若清德也袂，咱坦白讲，清德啊，若伫台南市，我安尼甲监督起来，伊主张台湾独立较宽严呐。迄咱的囡仔都爱去战争呢，你敢袂？你敢袂？你敢袂？大家无爱到尾嘛，就这个。梁介生的穿歹的，你怎去哩？海军陆战队不怕苦，不怕难，不怕死。啊，若阮较早海军陆战队会拍阵，啊，搁加减会弄。啊，即摆海军陆战队，毋是海陆啊，有人讲变海狼呢？看我惨了！哦，啊，若即个清掉啊，我著甲苦劝，你千万毋通安尼夹。结果咧，唔听老人言，吃亏啊呐！哼，安尼伊也搁还没倒了，已经哦，互伊害这款的，人讲硬板的果子袂甜啊，硬出的新娘咧，对不对？安尼你硬去何用伊？你还没倒靠什么？但是我体谅清掉啊啦。恁无了解，伊赖清德伊个人是固执、主张台独，即含咱袂合。但伊袂讲白臭话，所以你看嘛，你甲问伊嘛讲，我着主张台独，我是台独务实的工作者。所以万一蔡英文若倒，安尼换一个台独的起来，因即卖两个即卖较惨呢。向阳迄时你搁画台独，蔡英文半暝也惊一条，困到一半讲做乌梦。伊讲呾惨啦，无代无志，开去甲夹落来。恁当作赖清德食菜的哦、喔，
我跟你讲，你袂使讲哦，因为伊看我真好嘛。伊讲看伊夹把紧啦，夹落吼，夹墙后脚，袂即马佫甲宣布要台独，伊就摸咧烧啊！哎呦，你看卖啊，伊这两日有讲要佫台独无？唔免有印，有无安尼？唔是咧点注，唔免安尼印。所以你甲看清点兄有智慧无？实在有智慧，因伊无咧含因博一签的，伊有听我咧口讲，伊拢有咧看这个节目呢。所以恁这个节目除了我以外，恁村的人是袂使甲骂呢。我甲骂，我有请专利啊。我一生感动伊一个，干那我会使讲伊呢？恁若要评论赖清德，伊等下写纯正信函互你。那我讲的伊袂写，因为我讲的拢真的。你甲看伊即摆含伊夹落去到底，赖清德甲蔡英文夹做伙会好未？会好。人讲鸳鸯水啊，那是幸福啊。即组变作婚教班家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有够惨嘛呢。伊创咧到底，伊开始甲画台独，吼、哦、啊，爱那咧，其实咱知影。因的选情无遐乐观啦，绝对无遐乐观。但是咱家己爱做互看，恁人安尼讲啊，今仔日才嘻嘻嘻嘻嘻嘞，啊，明仔载转去到正月十日，啊，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你若无认真就对啦，最后你也是目睭金金，人相中啦，哦，对不对？你无法度伊啊！哎，你看卖啊，每一场我是安怎讲，两礼拜前韩国瑜。开始讲少年的贷款，学业贷款免利息。开始讲安那，少年家四档的大学，爱一档会当处理留学，和国家来处理。你敢知为什么这足重要？因为他挂迄个阿姨啊，迄个阿姐啦，歹势。伊讲伊生不逢时，伊要因囝要出国，伊无法度啊。什么人有几个家庭会当福建大学毕业了后，佮出国读硕士两冬？你敢知两冬爱开偌济？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即马四冬内底抽一冬起来，互你出国，安尼你会当学英文、日文，学甚物语言拢会使。第二专长，增加未来咱国家的竞争力。即一冬的出国，互国家韩国的来甲你协助，对不对？对。会感动袂？两礼拜来，咱看少年人行出来，愿意出来听看咱咧讲啥。韩国的讲无对，讲无够，两家也讲来斗，你听有无？有。少年的，你听有无啦？有。四档的大汉，互你一档出国啦。安尼，伊即马看歹，美外叫做歹英文啦吼，你听。伊看歹就对啦，即马变人啦，嘿。我甲看迄民调吼，少年的二十到二九的，韩国的无谱呢，无谱啦，落死啦，安尼是安那？蔡英文哦，煞讲啦，伊讲韩国的无谱，表示咱的少年人是安那管理出来，伊要来听看是真的是假的。我已经对蔡英文改变看法，知影伊咧骗啦，伊咧白贼啦。一个甲咱白贼三担半的人，即马甲咱讲，即个要出来的人会骗你，安尼够道理。所以浪子回头，你吼唔通含恁后生对骂啦，要对话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也甲你讲，妈唔通转学韩国路，啊，你着配面，恁祖妈都我甲你说了，无安尼啦。哦，你含咪对话，对话，你看卖啊，加偌济少年人愿意对你出来，恁囝愿意对你出来。这就是咱台湾的唔忙啦，对不对？新北的风，冷叽叽，但是咱的心热喷喷，有一个无血无目屎的机关，叫做外交部，把咱人民当作什么？害死外交官！侮辱外交官、侮辱文职的官员是啥物人？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你求伫阿壁，然后西浪暗乌的势力，就是盲军。我以前高
后代爱到明仔载才会使出现，但是真正挡袂掉，是社会不公不义的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就是咱正义之声爱站出来的时阵，对不对？自从恁的讨论到今仔下昼，我电子计算机拍破三个，把伊所摕到的补助甲算算的。平均这个杨慧如即马，莫怪林辉凡会甲逼卡。林辉凡一个月领几万？9万。我甲算算的，杨慧凡拢总领15万，不是一个月哦，一日15万，一日15万。你甲想看卖啊？安尼有好赚无？啊，别什么人？中华民国这么啊可贵的民主制度，升华来到今啊，将近40年。中华民国，你要找美国啊，那个大口白的，甲买偌济飞行机，买偌济战斗机，偌济定水舰，偌济飞弹，你有准备要跟大陆玩无？有无？有。迄都唔是。谈中国大陆谈判武器无路用，咱台湾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啥物？民主制度，只有民主制度健全，才会当保护中华民国甲台湾。啥物人咧破坏民主？这是一个犯罪结果，利用公家的资源塞钱补助。补助了后，收买网络的群马，了后对之进行人格毁灭。同时，咧风台来，咱台湾人伫日本观光，咧观光的时阵，因为风台无法度离开机场，那么台办代表这个所代表，底下每家咧奔波招总，真正下令会当。代表中华民国在日本统治所有住在日本的事务是什么人？什么谢龙介？谢长廷？哎，听到谢就变龙介去啊？贾中廷对不对？但是伊知影，伊脱不了身，因为第一时间咱的节目，包括咱其他的人，都万箭穿心要叫落台。实在有够厉害，真正使用金神脱壳之计，了后叫网络传播拍工，这个所处就是中国的意见，对不对？开始对你人格摧毁、人格毁灭，了后他讲你造成台湾人底下不便，了后引进讲有大陆的不当的消息，游览车不是干那载中国人、台湾人。顶顶的消息一直伫网络号召蔓延，最后，甲一个忠心耿耿于中华民国的文官，高级的文官训练数十年优秀的外交官，受不了精神上的压迫，伊感觉伊安尼愧对台湾人，愧对中华民国的国民，但是伊知影伊有满腹的苦痛。伊是去用拗去的，伊嘛无法度。我相信伊一定有写一张配合伊的家后，以妻结别书，伫这个时阵写也不可理处理。我了解到伊心情的沉重，最后结束伊的生命来谢罪。什么人造成的？今仔鼻孔查出来，就是这个网络的犯罪结果，对不对？对。一个叫做卡神，啊，卡到音，伊唔知影讲伊安尼使弄这个人去毁灭一个人的人格，会造成一条生命优秀的生命被抢夺，所以我今仔非常的痛心。然后外交部讲跟你无关系，外交部处长，我高度怀疑民进党包括蔡英文你本人。已经第7日了，叫你退选，你若讲不清楚，你就来退选。
恁含这个王立强有交谈无？有提钱给伊无？还讲个清楚。然后外交部首长竟然含迄个媒体一搭一动，一笑一和，卡含迄个王立强间接做一支影片，外销转内销，安尼个讲你外交部无咧选举，你用着国家的机器，然后号召这个王立强是飞碟。飞碟讲伊用大陆的钱来赞助韩国瑜去年的选举，有无？有。即马鸡嘴变鸭嘴啊！大家背甲离离，有够恶心！用国家的机器套用外交部首长，结合国外的势力，要影响咱中华民国民主的选举，万万要不得！这若无好落台，我甲你讲，你我咱的子孙绝对甲伊。这个国家够有欢乐包死的，包死的啦！跟阮无对，也袂使有对啦，对不对啦？所以不但联合国外势力、网络的势力、内部啊，谁有遐侪人要听你的？人讲有钱使鬼，这钱济济甲无当开，也要去泰国佚佗。啊！要泡澡、纯聊天啊！会当安尼？一个查甫人讲普通朋友，你看我普通朋友，我会当去你的房间泡澡。你讲的，阮某一声嘛，随出来捍卫主权，对不对？对。吼、哦，安尼山顶海味食遐济，鲍鱼、燕窝、鱼翅，拢总安尼有。原来因发落下底遐跟风向的，一条讲后十块啦。后十五块啦，后二十块安尼啦，安尼因规条钱摕去吃香喝啦，安尼毁灭着咱中华民国的民主，这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啦，唔是选举的问题啦，选举阮有哪输会起啦，但是袂使破坏着咱国家的根基，对不对？所以今仔日暗管啊，生牛拄着啊，谁啊？大家要徛出来，看袂落去，恶气，恶气！蔡英文总统，你真正若无要厘清国防、外交、两岸，啥物人个职权？总统，你搁讲含你无代志，搁这无，你爱退选，换赖清德出来选。清德兄，这个时阵是你上好气意的时阵啦。你去学傲气，不要紧哦。赢22%变倒数8%，好，莫怪韩国的即马输30%多，因上傲者多做手30%，所以予伊丧失严无伤。坐当总统府，民调满意度破120%，到正月初一，袂使宣布民调，民调封关，咱大家秘伫水底，拢总安怎？浮出来，你茫怎啊沉落无起来，安尼就惨嘛。蒋委员，咱就浮出来啊，绝对爱甲这个不良、不懂的政权，一个一个甲抽落来，查土地、查股票、官商勾结、贪污，嘴讲爱台湾，真正爱台票的，才拢总甲抽出来。尤其只要那是乎恁的小弟我进入立法院。您就每天可以看好戏，我每条都给他念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